朋友们你好，今天呢我们要学认识笔画。首先拿出这本书，打开第16页。首先呢，跟着老师一起读一下：横折弯钩。横折弯钩，现在呢，我们要开始写下面的横折弯钩。准备好你们的铅笔，跟着老师写：横折折折接下来跟着老师一起做下面的练习。首先，我们看一下第一个图画，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叫做乞丐是吗？乞的字少了什么笔画呀？了，横折弯钩是吗？来，跟老师一起写一下，横折。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图画，你们看这个男孩在做什么呢？对了，他在吃是吗？吃啊喵喵喵，吃啊，吃的字少了什么笔画呢？对了，横折好，接下来我们看下一个图画。这个男孩在做什么呢？对了，他在挖啊挖，他在挖，挖的字少了什么笔画呢？对了，横折弯钩是吗？来，跟老师一起写，横折。接下来我们要开始写下一个练习，来跟着老师一起写横折弯钩，横折小朋友们记得要做到这边哦，小朋友们再见。